如果大家有濕疹、白食、牛皮癬、主副手、銀屑症、氣管敏感、鼻敏感、哮喘等免疫力系統的問題呢，就大家就放心了，因為我們解決方法就是敏迪了。係啦，嗱，咁我哋睇下實證啦。圖中呢位仁兄叫 Sam 哥，佢咧有好嚴重嘅銀屑症嘅。大家睇到佢服用咗之後咧，左手邊咧已經得到好大嘅成效噶啦。好啦，大家又睇下另外一位實證啦。呢位咧就係我哋台灣黑白講嘅主持。咁咧佢有好嚴重嘅牛皮癬，咁佢服用咗之後咧，右手邊咧亦都得到咗咧好大嘅進展嘅。咁咧嗱，敏迪咧本身就係植物提取物嚟嘅，就全無副作用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敏迪嘅資料咧，咁就可以打嚟55379521嘅。好啦，翻翻嚟啦，我哋继续又讲波啦。啊，上一节都系围绕翻近呢两届嘅，不如我哋讲啲远古啲嘅。咁你有冇赌波啊？今届今届冇赌波，冇赌波。我自从2010年输咗280蚊之后，以后都唔赌波。诶，今年我又系差唔多喎，我用咗100蚊买张现金券，但我每场10蚊10蚊咁玩下玩下，到最后都仲输剩20蚊。喂，咁講，不如阿 Mark 啊 Nelson 啊講下再之前嘅一啲睇波嘅經歷啦，多數係啲活動係點樣嘅咧？因為我係2006年先開始睇波，或者以前你哋有冇賭波啊？以前未有馬會賭波啊，白化嗰時你哋有冇？譬如話以前點樣賭波啊？賭波嘅有，以前未有15年前嘅馬會賭波，我嗰段時間就冇嘅。初初睇波嗰時就係、是、我諗有成30幾年前，30幾年、40年前啦。哇！真係喎、哦，因為嗰時仲喺西環住，咁啊西環做嘢，嗰、那個夜晚黑好似播應該荷蘭對西德，唔記得咗。嗰陣時仲未有，仲唔係有，即係咁興趣睇波。點解哇哥咁瘋狂咁樣咧？即係都係夜晚黑。即係當時你都唔係好識足球嘅，唔識，點解？唔係。公即係我嗰陣時喺間電器鋪，電器鋪做嘅，電器鋪有，因為屋、其實屋企都冇電視，一電器鋪裏邊咁有啲同事喺度，出邊就圍曬喺度啦，唔係閂咗門，夜晚黑嘅，夜晚黑，但係喺十唔知都係夜晚黑嘅、都突然間入咗波之後咧，成條街起喧嘩嘅，即係我哋嗰間電器鋪就喺雀仔橋附近，西營盤，哇！咁我嗰時開始留意睇波，睇睇下就睇上人，跟我姨丈一齊入大球場，咁啊變咗開始一路路開始睇啦，係啊。即係嗰個興趣就喺嗰度，嗰陣時就冇賭波嘅，就純粹就睇足球咁，但主要係喺咩地方睇啊？屋企有冇約埋啲朋友？多數喺屋企嘅，多數屋企睇。嗰時咩播足咁多場啊嘛？唔係，多數睇英超啦。初頭就因為嗰陣時嘅世界盃，喂，點解咁多人？即係其實嗰陣我哋嗰段時間咧就冇乜娛樂嘅。我哋嗰時世界盃就更加突顯佢嗰個重要性啦。因為嗰段時間馬會買飛咧，你冇買過嗰啲飛咧，係10蚊。兩折嘅上，即係啲孖寶咧，係上高用手填，底下用手填一個格仔。嗰個係唔係係嗰時覺得講賭麥嗰段時間，唔係講足球，講買麥嘅嗰段時間係係咪嗰啲叫馬標啊？又唔係嗰樣嘢，孖寶孖寶唔係好似而家第一場搭第二場，第二場搭第三場。以前係指定第幾場搭第幾場。就嗰兩場，跟住第二幾場嗰兩場。我啲孖 Q 嚟㗎，可能唔係孖寶。喂，阿咁阿 Nelson 咧，之前去過邊度睇波啊？我中意屋企睇，中意屋企睇，住於屋企睇，冇約個朋友出去睇啊？唔係冇約個朋友，通常因為我睇得密啊嘛，嗰陣時睇英超啊，睇世界盃啊，譬如西甲、90年代啊，德甲啊，德甲、英甲、西甲啊，哇，德甲都有睇，意甲都冇睇。90年代嗰啲，意甲我成日話假得滯啊，假得滯。唔係，我係集中翻世界盃先啦。咁但係譬如90年代咁，都係屋企睇多。都唔會有時約啲朋友出去睇咯。都係，但嗰個年代去出邊都係酒吧。都係酒吧嘅啫，尖沙咀嗰啲咯，即係都係同要睇英超啊嗰啲都係差唔多。但係嗰時係啦，咁但係嗰時佢哋熱捧邊啲隊伍咧？咪嚟咯，都係巴西嗰啲咯，巴西辛巴足球，意大利啊，阿根廷啊，即係我見到香港嘅連鎖店買到嘅波，最主要係英格蘭，係啊，落去都係嗰八，好似八隊咁樣。因為佢哋個聯賽多啲人睇啊嘛，係，咁所以世界盃都又睇翻英格蘭，睇下對住其他國家。其實英格蘭嘅波係喺世界盃好渣嘅啫，哦，今屆都唔係噶，今屆已經算係好咗噶啦。界界都咁渣噶咋，佢哋嗰啲嚇。反而點解會搞咁多聯賽，但係啊足球上世界舞台又咁渣咧？呢、這個真係其實嗰時變咗我哋香港，唔係佢嗰個組合唔同嘛，聯賽有聯賽，外來球員勁好多啊嘛。頭先阿媽講咩嚟先？你話唔係因為佢嗰陣時係無線咧，係星期日。
朝頭早，我記得好似十點或者十一點幾咧，佢就有過幾兩個鐘係講英國波嘅。係，佢由嗰段時間開始有個興趣。係，即係佢變咗我哋香港人咧，就睇咗香，其實好少睇其他國家，變咗覺得即係感覺上對比你翻香港嗰啲。嗰啲足球隊就覺得好勁，原來世界有即係天外有天嘅，你明唔明？可能佢個聯賽名講得型啊嘛，冇錯。人哋嗰啲又西甲啊、德甲啊、意甲啊，但係英嗰個係超超無線，多數嗰時係播英超咁。係咯，英超喎。嗰時殖民地時代啊嘛，咁嘅都係普英國多啲㗎啦。有情意結㗎嘛呢啲。跟住到世界盃又睇又有興趣睇一隊我熟悉嘅一個隊伍對住世界其他隊伍有啲咩組合啊咁樣，有咩表現？咁所以就好好睇啦，反而咁多隊，譬如我哋咧，好多隊睇世界盃都係睇啲歐洲啊、美洲啊、亞洲嗰啲。除咗日本咧，因為你話成意結啦，有冇啲亞洲嘅球隊你哋中意嘅咧？體力唔夠啊嘛，始終亞洲人。反而我覺得南韓其實我覺得上屆打得幾好，上屆主場冇得講，係啊，同埋天氣熱。因為我覺得佢一屆係入到去亞軍戰，唔係季軍戰。季軍戰係啊，土耳其打咩咧？日本嗰屆啦，係啊係啊，佢打到六強，佢嗰屆打得幾好，我覺得亞洲球隊嚟講，亞洲球隊冇得講嘅，一定係日本同埋南韓呢兩隊係最好嘅，其他嗰啲真係唔係咁呢個2002年嗰屆中國都有份，但係因為就係日本同韓國攞咗個主導主場，咁佢哋唔使踢外圍賽，咁中國咪可以入到咯。咁但係亞，即係我覺得亞洲球隊今屆其實伊朗打得幾好喎，伊朗呢份又冇睇喎，點解咧？其實打得幾好喎，冇睇喎伊朗。伊朗我冇睇喎，佢係腳法好定係點樣？定係佢拼勁啊，同埋以亞洲嚟計，今屆伊朗即係比伊朗好似算一哥嚟喎，亞洲嘅處。亞嗱，譬如如果我因為我亞洲波唔太熟，但係咧沙地阿拉伯咧，唔知係咪真沙地阿拉伯，我就覺得佢屆屆都入嘅。啊，沙地阿拉伯，即係屆屆都見到嘅，屆屆都見到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先係伊朗亞洲一哥。係，即係其實佢啦，南韓、日本其實係比較高穩定啲啦，係啦，穩定啲啦個水平。係啊。在亞洲嚟講，但你唔會嘅，睇開歐洲波唔會覺得亞洲波好睇。係，因為歐洲波本身啊，我嚟講人種啊，佢哋個個都大隻啊，個個都有氣有力啊，咁樣樣。不過有一個好神奇嘅問題啊，睇法國攞冠軍，跟住咧裏邊咧有五六個都係黑人嚟嘅喎。嗱，唔好講種族歧視先。唔係淨係即係有色人種，有色人種係啦。都係黑人多嘅咯。法國係啊，因為所以就係原來好多咧，即係睇翻數據咧，好多法國嘅都係一啲非洲嘅移民，咁樣所以佢有好多黑人喺嗰度打波，咁所以變咗佢好多拼勁都係因為非洲你知道長期好大力量好大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法國有啲嘅影子。以前中意法國亨利，係阿仙奴踢，其實都係因為佢走咗出去揾食，所以就好多人認識。大部分嗰啲球員都係出去啲高級聯賽度揾食噶啦。咁當然啦，跟住世界盃先去代表。所以世界盃咪佢哋嗰啲招攬翻佢哋翻嚟咯。啲大哥咪唔肯踢咯，又要兼顧聯賽，又要世界盃好操好辛苦啊！反而今年巴西又真係差咗啲。巴西啊，出名在個尼馬啊，尼馬啦，係啊，尼馬喺度係咁插水喎，係咁碌喎喺度，係咁碌喎。點解會咁咧？點解啲巴西波哇？賺呢兩屆都唔係算特別好。喂，唔係巴西喺呢個2002年嗰屆已經俾人話呢樣嘢噶啦喎。但係嗰時仲有朗拿度，同埋嗰時仲細瘦嗰啲咯，係啊，嗰啲喺度。喂，你雖然你唔好話佢肥仔啊，嗰時佢朗拿度都肥咗，但係佢真係好瘦。巴西已經俾人詬病話佢成日就扮嘢插水。喂，其實可能你有睇南美波咧，好多南美波都係。但係腳法好喎，唔係我跟團又冇乜呢啲咁。你睇巴西聯賽啊，有時譬如話咧，你會睇巴西都有聯賽噶嘛，佢裏邊嗰啲咧，你見到佢哋嗰啲其實全部你可以話個個都識踢足球。好叻，嗰啲小朋友個個都踢足球，但係佢就只因為叻，所以咧個人主義咧，係啊，就係好多都譬如你見到佢哋係好少，譬如你真係未睇到巴西聯賽㗎。巴西有㗎，巴西有。我知有聯賽，但係未睇過巴西聯賽。有㗎，有時譬如話新聞會有講嘅，唔係冇播啊，冇播，但係會俾啲精華片段你睇。突然間新聞報導你話俾你聽，巴西聯賽唔知邊隊對邊隊，咁又會有啲精華片段㗎嘛。你會見到佢哋好多係個人主義，就係自己帶波入咁區。佢哋個人技術係強啲㗎。係啊，
但係你同歐洲波唔同喎，歐洲波係講組織啊，點樣滲透啊，點樣裝你陷阱啊，點樣防守啊嗰啲，所以嗰啲又個睇嗰個韻味又唔同。即係歐洲球隊就一定要睇嗰、那個。組合所謂組合排陣教練咯，嗰啲全部要睇嘅。甚至可能 Nelson 你睇呢個西甲話，你見到都係組織係細密個，譬如話你無論腳法嗰樣嘢，其實都所以上一屆德國隊嗰個組織咧，其實係哇好。好密噶，我依然覺得德國都係頭槌見稱。咁，但係今屆你明顯即係我唔係識足球嘅人都見到，散曬喎。冇，今年德國係踢得唔好，今年完全踢得唔好。一對墨西哥嗰場，喂散散地嘅，都唔好似同上年唔同嘅，即係嗰個陣式冇曬嘅。雖然人就未必一樣噶啦，我覺得唔係一樣係。反而今屆仲有一隊弱隊啊，想大家睇下，大家有冇睇冰島咧？冰島啦，冰島係90%個人。嗱，我哋又唔可以話佢。弱隊住，不過係一啲比較冷嘅少見啲嘅國家嘅國家隊啦，或者佢其實喺外圍賽係連續贏咗好多。係啊，佢個戰績今年好勁。但你對住班強嘅強隊，喂！但你對阿根廷都1-1。因為你始終你落咗個世界舞台，係咯，你有幾叻都即係等於中國佢有都有中超噶，但係中國嗰時一入到世界舞台一球都入唔到喎。咁啊技術唔夠啊嘛，呢樣係事實嚟噶嘛。嗰時我仲記得睇啊中國對巴西嗰場，唔知你哋有冇睇啦？有啊有啊，巴西中國對巴西係啊中國對巴西，啲巴西出曬後備㗎，我記得。係啦，但係中國一球都入唔到啊！嗰屆係中國係。一球都攞唔到，唔係一球冇錯，即係等於中學生同小學生踢。冇錯，即係你中學生可以幾叻都好，你小學生幾叻都好，你上到中學哇，你始終嗰個兩個唔同舞台嘅咁樣樣，技術層次完全係兩回事。其實你睇到今屆咧，其實邊一場波係最好睇？我自己覺得咧就幾場啦，一場就係德國對瑞典，臨尾第95分鐘入球贏波。即係如果我覺得咧，就葡萄牙對西班牙就今屆最好睇嘅第二日嗰場，同埋最好睇嗰啲最好場。一場就日本對比利時啦，係依場都好睇。跟住就阿根廷對法國，第三場。可能巴西對比利時嗰場都好睇，係好刺激。反而係巴西輸喎。克羅地亞嗰啲就我慾緊啫。其實最刺激就呢三場，係有啲情意結慾緊，五雙嘅贏。好想去即係坐強扶弱嗰種急心心態啊！又唔係要坐強扶弱，坐低嗰兩個國家咯。我係坐強扶弱噶，我係買克羅地亞，雖然10蚊。即係睇世界盃，我都係中意睇阿沙巴西波嘅。巴西波其實有啲腳法同埋你底，即係唔係你睇比利時嗰場，佢輸波嗰陣時甩拉屎喎下半場嚇啊！哇，個拼勁幾犀利，其實佢係個比利時個門將好嘢嘅啫。其實追得和嘅嗰場波。今屆即係賴到尾，即係四隊都係歐洲嘅，係咩？喂，門國嗱講起門將，我又覺得。韓國嗰個最深刻印象，我俾人韓國嗰個門將，好高，好似化，好似疑似嘅。嗰個踢得幾好噶，韓國門將，韓國個門將幾好噶。佢係啲人話佢嗰個身價係飆升嘅喎。梗係啦，打完咁舞台，你可以守咁多波，你點唔升啊？好難唔升。咁但係有啲人好憎嘅，我就呢個人特別樣衰。你估你去兩唔兩衰，但係你去踢到波，啲球隊就乜佢係好多球探睇住噶嘛。梗係啦，呢個舞台就係 show off 自己，上到去。即係好似你法國嗰個19歲嗰個啊，麥巴比定安巴比，咩名唔記得咗啦。哇！總之我覺得唔係使咩，好似睇我套一球成名咁樣。係咯，哇！有排踢啦呢啲。哦，呢啲咪就你上咗去。即係除咗比利之後，跟住到佢即係19歲，哇！19歲。試下啊嘛，係啊，喺決賽入波啊嘛，係啊，係啊，所以你諗下依啲，哇！佢打完世界盃，你仲唔過識佢啊？佢今次將嗰個獎金全部捐曬出嚟，叻咯，呢個叻仔咯。咁當然另一個啊，咁都係我第一個認識嘅球員啦。咁就加摩迪啦，梗係，即係啲人又翻炒翻佢啊！細個又話體弱多病，誒唔適合做運動㗎啦你，跟住又放羊，又即係個家境唔係咁好啊，跟住又經歷戰火啊，咁話而家打入決賽，係即係啲世事估唔到嘅。冇錯，所以講開世界盃，好多都係。所以點解即係話啲人話波係圓嘅啫，都唔好諗住強攻一定贏嘅。係啊，我諗住日本入兩球應該都穩定嘅，都穩定㗎啦，即係啦，所以所以有時，但嗰場你都明顯見到，即係亞洲人嗰個體力是，體力係消耗得有個距離啊！你見到下半場嗰個體力已經係。
好，咁我哋有休息阵，咁我哋阵间再翻嚟第二三节，就再同大家讲波，讲第二样嘢啊。一提起癌症 cancer， 每个人听到都怕怕。香港每年咧死于癌症嘅人咧就14000多人啦，几乎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亲戚同朋友咧同癌症病患者系有所接触嘅。就连我荣少啊个爸爸都系6年前咧死于癌症嘅。健康四小宝研制于2016年，当中四种植物提取物嘅成分：洋葱素、粟米心素、绿茶素、芦荟素。专门针对癌细胞扩散，抑制致癌基因活化，使癌细胞衰老而致灭嘅。荣少喺度呼吁大家珍惜身边人，注重健康，把握时间。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嘅话，请 WhatsApp 或者微信或者打嚟55379521，或者可以上我哋巴打台嘅网站 https://badatoy.com/shop 了解详情。那个呢是一个南亚裔人叫德仔，他基本上呢就一条头发搵唔到嘅。咁呢就后生，今年就30岁，用咗啲洗头水加啲精华素，咁就见到呢用咗个半月就见到我哋而家嗰个广告呢圆形头壳出头发嘅情形。佢啲毛毛用返晒呢就全部出返晒。咁可能迟啲啦，等啲毛囊疏通咗之后呢会浓密好多嘅。